欢迎来到展业最前线。今天我们直击世贸易馆的台北建材大展。日本家具呢，向来以科技美学著称，这几年呢，更讲究健康住宅概念。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专家怎么说。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竹帆公司有哪些产品特色。对，那我知道这次你们带了日本非常精品的这个厨具来台湾好展出。那看得到你们这一次是用健康住宅概念馆的方式来参展，用这个主题。那可不可以请汤总来介绍一下这个健康住宅概念馆它的意义？对，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公司这几年来是致力在推广这个健康生活。是。啊，健康环境，是，所以我们所引进所代理的所有产品，就希望能符合这个所谓的健康、是安全、是环保、无毒，啊，这种素材的产品，是让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使用者在居家环境里面，是啊，都能够尽量考虑到比较，这个对自己身体健康，啊，有好处的产品，是是啊，在乎啊自己生活的健康因素 ，OK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这一次的展览的这个产品，除了 Clip 的厨具，是我们从日本琉球引进的硫氧镁粉，是来这一次当成我们这个展览的主轴。OK， 我希望能把这个产品介绍给市场，是是知道。OK， 能够让他们居家生活能够更健康的生活。OK， 好。那这次好像日本总公司也派了代表来台湾，对，就是我们从日本总公司克里亚普从原厂派过来的代表严波先生。OK， 好，那可以请这个严波先生来介绍一下这个 Clip 它的这个特殊性。哦，跟台湾其他产品的区隔，对。当社のキッチンはですね、まああの全部基本ステンレス、オールステンレスで作られてまして、まあステンレスのね良さというところで、まあ健康住宅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まずはあのね、あのカビが発生しないとか、湿度に強い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で菌が湧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が一番特徴になります。ですので、そこが健康住宅にはすごく体にということ。とあと当社は、まあ、日本のキッチンメーカーですので、F フォースターという東急の一番いい上位機種のものを使ってまして、フォルムアルデヒドの飛散量が一番少ない、そこも住宅にすごく体にいいということで、そういう商品を選んで使っていただきます。好，那再请汤总来介绍一下，你们这次也带了日本的所谓的健康涂料，对对对，硫海镁粉，这一种对我们整个居家环境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健康涂料，其实。在我们居家环境里面，难免会用到一些涂在墙壁上的油漆类的涂料产品。是，但是呢，毕竟是一个化学产品。是，那个再来就是我们居家装修里面的板材。是，难免会释放出一些粘着剂里面的甲醛。其实这些对我们的健康都很不好。是，所以我们特别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叫做金珊瑚硫海镁粉。它能够让我们空气中的湿度做一个适当的调节，还能够分解我们这个空气中有害的这个甲醛因素，所以它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好的产品。是是，所以借着这次展览，希望能好好的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知道。有了健康住宅概念，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对于收纳相当重要的系统橱柜有什么的新想法。听说 Oaken 系统橱柜还能 A 好康咯，我们赶快来看看。好，接下来我们来到 Oaken 系统家具，看看这家公司他们今年展出哪些特色产品。那个今年呢，在 Oaken 家具这边跟其他系统柜商、系统家具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年所呈现的是从奥地利进口的系统板，那同时获得日本认证 F4 星级的系统板，那当然我们都是符合政府规范的环保绿建材。那今年所呈现的是局部一些较新色的部分，那来呈现柜位，包含到像衣柜、书柜、电视墙等等这些橱柜的部分，都有做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变化。那这次建材展有没有给参观的来宾有什么样的优惠？我们今年所办的活动呢，是一个现场付定2000块的一个世贸订购季，那享有全年度的最低折扣补充的部分。另外，我们还有赠送一个赠品咖啡组的部分。另外，我们在规划完之后跟你讨论之后，我们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2000块可以无条件的退还。另外，如果我们达到满意程度的话，我们2000块另外会折抵在我们的成本项。节目最后呢，我们来介绍最热门的一个窗角防裂组件固多多。台湾呢位处于地震好发地带，这项产品呢自推出以来呢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那我们来直击这一项的发明。固多多它的设计啊，连滚的设计的构件里面有两个固定活动式的固定铁钉，我们把这两个铁钉
吹打到低层钢管片的时候，它就固定了。以后的钢筋板加工法，它就直接套件就 OK 了，也符合现在的规范、现在的法规。因为固多多它是今年才开始推广，我在今年四月份开始推广，我来台北是第一次来这边推广，有蛮多建筑师跟结构技师跟这些设计师过来参观，对这个东西他蛮好奇的，因为它是最新的东西啊。啊，因为我们实验出来的结果是蛮不错的，我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展览去认识这个东西。谢谢今天三家业者的受访，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机会呢，让大家对于未来的建材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谢谢大家。